我今儿让我蒸的包子，这是隔壁姐姐种的菜。这是包隔壁姐姐给的腌的咸那个。看这河长瓜，长多大？同样都是种菜园子的，你看看，这个差距就大了。我说我是假农民，农民还有假的，扮啥也不能扮演假农民。我告诉你，你真就是假的，这白昨天那个大哥来问我去，你去在菜里种上是你假农民？我说农民才当假的。干啥不能当假农民呢？大哥，我今儿让包蒸的咋样？俺小留学生愿意吃包子，我那几天就买包子。后来我说阿姨也会做，就是这个装修的没整好，等装修好了，阿姨就给你蒸包子。答应了就得做。往后啊，这真是晚上发点面，完了把馅和好了，早晨一蒸也不费啥事。隔天你早上就吃那面包啥的。我寻他不乐意吃，今儿早上真挺乐意吃，吃几个？吃七个，我蒸的包子。我的小花花啊，我又来看你们来了。哎呀，今天猴哥又干啥活？过来了，来了。不捉了。不捉了，这块收拾完就好了。今儿搁家里干活，本来是要出去干活的了，后来。昨天晚上那个客户打电话说的那个树啊，跟邻居有点争议，完了就暂时先往后停，先拖几天，拖几天呢，跟邻居商量好了再干。完猴哥领着这个老弟就在家里头把家这块收拾收拾。今天还有个高兴事跟大伙分享一下，咱们这个做视频这不也三年了吗？完了也得到西瓜视频的注意了，西瓜视频。给邮了一个中秋大礼包，完了我告诉你邮到大连已经收到了。哎，这也是谢谢大伙啊，这些广大网友，这三四年了，快到四年了，三年半时间就支持猴哥我俩，所以这个视频咱们还得坚持拍下去，也得再接再厉。也感谢这些网友啊，也感谢西瓜视频。老姨，西瓜视频给你的中秋大礼包收到了，你看看里面都有啥。这个大礼包装着一个手提包，这女士手提包，这个款国内可流行了，现在上面印着西瓜视频的 logo。 这个小盒里装的是一个随身听，应该是，看看特别好看哈，这个东西小袋上还带西瓜视频 logo， 这个还可以插 USB 接口。这个小盒里头装的是一个睡眠眼罩，特别漂亮，缎面的。这个盒里装的是一盒那个月饼，各种口味的，各种口味，六种口味的月饼。这是你的西瓜视频中秋大礼包，收到了啊。这个老弟是湖北人，在国内做电商的，你看他今早上来骑这个小电动摩托，这个东西挺有意思，你看又小巧又灵活。我干不进来，这吃完早饭了，洗洗涮涮，收拾收拾衣服，过来看看猴哥干活干咋样了。这地不平啊，地不平，光这一个坑垫多半天了。不钻地哪有平的，都得自己在这找的。啊，你把那块石条全起开了？你不起那么高，得找这个坡度。这不钻这，我全得找坡度，把水给降下来。不能屋内快找去，我买咖啡回去了，看你俩活干多少，检查检查工作。哎呀，给小师傅送去。地板铺完了，照着地板还几天完工啊？杰师傅差不多一个礼拜左右，等柜子了。做完了介绍介绍啊。 OK， 好的。好嘞，完咖啡来买饭，看后边这个院里头这个地呀、啊，停车场修补呢，好像不沥青，但是它一块一块的，不是全铺。有个药铺，我过来看看有没有这什么吃那个活血化瘀的药，我这手脖子还没好利索。买了一个这个叫跌骨跌伤丸啊，我都问有没有沈阳红药，它没有，再试试吧。这一个多月了还没好。这和的啥呀？和沙子？水泥。水泥。啊，铺上了都，快呀！
我是买饭这功夫。啊，你赶紧铺这水泥硬了就完了。硬了。嗯。哎，这首先收拾收拾房子，这是不是房子住的也舒服，以后要卖的时候也能把这个钱都卖出来。对，房子很漂亮的。嗯，再拿一点水泥不够啊。房子也都有水管，看这墙外都有水管，这水管是浇草地和浇花用的。我那块儿磨，我寻那块不磨呢。啊？我说我寻那块不磨呢，磨着好。这回空调挂墙上就利索了，这地面利索多了。我们装修小师傅出来表扬猴哥了。哈哈。啥也行，能者多劳。哎，我这是右手使不上劲。好了哈，醒着干活，下午还得出去干活去。把这个算干净的倒这儿，这水别跟那倒，算干净把敲也算出来啊。嗯，我就在这里钻嘛。对，网友老问这个玉兰树啊，这玉兰树确实死了，猴哥今天把它砍下来，把它搬倒上来。来来来，就不用挖个机了，我们哥俩大力士就给搬倒。那你稍等，先那么搬进来。这死了，这个、网友，这是我们亲戚帮栽的，费那个劲呢、啊，客人不要，给我整回来，确实死了。玉兰，嗯，来，我们压。我买了两桶那个，说是生根剂、营养液，也没救活。来，我再往那么搬。我头前整了一桶，后来又整了一桶，还是不行，可惜，可惜了这棵玉兰树，哎，可惜了。玉兰还得花好好。哎，好看，这个树形也好看。这死了，你看根儿一点没扎下去。对，太可惜了啊！哎，根都没扎上去。对，可惜了。这什么花的、嗯？这个花，它有那个粉色的，有白色的。拿大锤敲出来，这样就手震一点，手震就把装车上。大锤。敲这土就震掉了，看看再活是活，你看。啊。看，这震掉了吗？嗯。下面再敲吗？敲这边。哦，敲把装车上。行。就直接这样敲就可以了。对。过桥来，高桥把这土冲到里边去。啊，我把这个丢掉吧。我装车上去，来装车上去。哎，牺牲了，下午就可以回家了。六月前栽的，好像白瞎了，没招儿，养不活，太大了。以后咱这大树就别移了，移也移不活，白费劲。你这哪儿都一样，一定得。这小自行车多少钱买的？再说一遍。人民币一千二。啊，海运过来。卖一千六。看，在国内发过来的。姐这家也铺砖道呢，都收拾房子，偷根儿。干活，不光是这儿，这边都平整了，这都是干的掉线儿，这块地都塌了，家里活真是总也干不完。哎，这个院子这活老多了。啊，不用干活。那。你爸想让说，想让你说他是世界上最好爸爸，是是，你说那就以后来日方长，看你表现吧啊！你看这脑门子，这里面小天就怪我，说我亲的，我觉得没啥事儿。哎，脑门子，大姚收到礼物了，他是小金锁，多好看！感谢曾先生，感谢曾先生，还有他们一家，给大姚戴上，戴上，拍点照。哇，
哎，大姚，大姚收到礼物了。你看，哎呀，嗯，好多人都这么关心你，这么爱你，嗯，你长大了要学会关心和照顾身边的人啊。哎呦，知道，大孙，嗯，别给我大孙那么大压力。啊，那别给我大孙那么大压力啊！我大孙长大就快乐长大，做自己。快乐长大。男的让你做自己啊，别像你老爸你爷爷似的活得这么累的。是我给他买机器他不用他人工在这平地了是吧哎呀谁到你买那个机器像大祖宗是包六元那个车库里哥吧也不使啊完了大雷要开六辆车别动好几万块钱给他哥了家里人不到、嗯、行了不说这个了咱我们走了我们去 Costco 你方不方便在这儿看他妈笑了哎呀给他带上要不然等回来再整啊一说有金户高兴了哈、嗯、咱不少金户老妈的朋友给你买姥姥也给你买、哎、很多人都给你搞了好多行搞没娶媳妇肉给媳妇拿出来哎全用上了啊对给媳妇展子啊小样哎你看你哎笑了你瞅这跟那个本人的就两样色的就黑对就不对哦大宝孙这欢声啊哦哦哦这小腿蹬你看进屋就自个儿搁这玩儿这顿蹬啊真是乖宝宝啊啊说啥你这东西累不累听啊啊这累不累啊真话奶奶咋不抱呢哈咋不抱大姚呢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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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孙儿啊大姚猫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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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哈哎呀哎呀吐奶了吐奶了奶奶给擦擦啊！哎呦，看大孙冲奶奶了！哎呀，哎呀，哎呀！来，大孙给大家问个好，给大家问个好啊！又淌哈喇子了，嗯，小腰板也硬实了，啊，现在躺玩半天了，够意思了哈！哦，大眼儿，哎，招闲呢，真的都奶奶都被你萌化了。你看视频里边那么多爷爷奶奶阿姨叔叔大大呵呵都喜欢你呀、啊、看哦看嗯哎呦哎呦哎呦打嗝呢哎呀哎呦这小手现在有劲儿了哎呦哭了奶奶抱外边就哄一会儿也不干哎呀进屋哭怎么也哄不好了我就抱上睡觉吧这把奶嘴叼嘴里笑了你瞅着笑了哈就想要奶嘴啊啊好睡吧睡不睡大觉啊裹上奶嘴好了哎呀那个视频里有个奶奶告诉你说不让裹奶嘴呢这现在不行爸爸妈妈不在家奶奶哄不好的时候就得告奶嘴糊弄大宝戳眼睛得看着点你看哎呀这妈妈跟网上给买的哈、哦、赶便给你买一个搁国内也整一个买一个给插座就给他留的最高的可以跑80公里出门就是国内的店和这个店一样啊、你可以买一个公牛开关嘛公牛的转换器嘛哦转换器、啊、你到时候买我给你一个吧那给我买一个那天我有啊我没动不是我说车车你要拿我可以啊我先你要现在你放心买我就买在网上马上下单啊现在下单明天我给你钱给我买我看一下回家再说先回家吧赶趟赶趟好吧你再冷静冷静哎啊先走了好了嫂子走了啊哎好了拜拜冰箱这冰箱猴哥是中国产的格兰仕空调格兰仕的格兰仕是中国的中国的应该中国的对看这样式的我看吗挺快说10月2号这么快来了哎冰箱挺好看嗯你不稀罕吗就为了让你稀罕的买的、嗯、
让猴哥满意，猴哥好看，这俩冰箱真好看，装修全猴哥的钱，我这玩意儿说话的也不硬气，哎，猴哥拿钱，猴哥辛苦攒了两年的钱就要给花了，没事，我装修房我也是想挣钱啊，我给你挣出来还你，回来把我挣两辛苦钱都给我花，我挣钱我还你，哎，还贷款，还你，挣钱还我呀，还，肯定还，我得看还去了，拿人手短呢，不还不行啊。儿子过来了，他爸应该给买汽油。儿子听话，老子说啥都听。我说你吧，让你买汽油你就买呀。买了。老伴儿这完工了，做这么多好吃的啊！哎，这几个菜这是。魏总，吃饭了。嗯，9月25号了。一听说孙子来了，这家伙马上就起来了。大孙子来了，马上起来。放哥在那吃啊，放搁微波炉里啊。不拉了，到这就来。哎，妈，这个拖鞋我可以穿吗？可以。他爷没有菜呀，啊，给爷来一个。坐。看爷爷笑。爷爷给你酿点酒，到时候。瞅小姐姐呢哈。瞅小姐姐呢。那你18岁了，陪爷爷喝几杯。啊。爸，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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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兴了，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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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爷，馋了，闻着香味了哈，哎呀，啥时候能走路啊？哎呦，啥时候能走啊？这老爸老妈就不抱，就享受现在啊！你告诉你爸，就享受现在。我告诉你，当时能走的时候，把咱家那抽屉全都扒拉出来，然后东西全都翻出来。看什么？等你回来一下。墙角插座啥都得加小人了。行，咱走了啊，跟爷爷奶奶说完了。你小手指头就容易往里头插。对啊。嗯，拜拜，爷爷摸摸小脚丫吧，小婶。到时候再来这儿，可以不抱爷爷，抱个手。老爸新买衣服，耐克啊，牌子啊。那昨天翻的，前哥那个工，一直乐了，看爷爷高兴啊。